今天我们来玩坦白局，敢不敢？不敢。为什么不敢？说说做过对不起我的事情。那太多了。你是指哪一件？你是指哪一件？啊！我开玩笑的，我是意思是我们俩在一起发生的事情太多了，那我都不记得了，我哪知道哪一件呢？那亏心事呢？也很多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的。我告诉你，反正我心里面有别的男孩子。哼。哦。啊。哦。你就回答。不对不对不对，还有，就一个吗？你是不是心里没有？我是不是心里没有我？心里有你，有一点你的位置。啊，那还有呢？还有，你猜。给我闺蜜了。要不说还是你聪明。我生气了，分手吧。不要分手。不行。那你先把闺蜜微信推给我。我要杀了你！杀我呀！杀呀！杀呀！杀呀！